外婆把自己当成她妈妈了。有妈妈有什么不好？冰娜，我反而很羡慕你。就凭你还想要同情我？怎么会来？想跟妈约会啊？拜托你拿开，这么臭叫我怎么穿呢？你说话这么没礼貌，不太对吧？难道你对你妈也这么没礼貌吗？不要因为是老师就觉得有距离感，为了熟悉彼此，来点一下名好了。金冰娜，金冰娜没来吗？班导徐真的这么不好？超讨厌，他从开学就莫名只讨厌我一个人。采购室请你过去。贵宾您好，很开心在为您服务。在看什么？这么有趣？闪耀的恩秀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。